中餐厅黄晓明想炫耀却出糗，赵薇实力坑好友，网友解气。第三季的店长换成了黄晓明，也是被不少网友吐槽，纷纷喊话想念赵薇当店长的日子。在最新一期节目中，黄晓明和林大厨一起出门采购，路上黄晓明给赵薇打了一个电话，本以为要向赵薇取取经，谁知全程尬聊，彼此寒暄。黄晓明问赵薇柠檬茶怎么做，赵薇却直接对道，看过中餐厅的观众都会做，不会就掉第一季看一看。有网友评论，只有赵薇镇得住黄晓明，很明显这是在找话题，想在林大厨面前炫耀一下自己与赵薇的友情。赵薇却在电话那边说，我在拍戏，开拍了不说了。本想炫耀一番的黄晓明，没想到赵薇这么不给面子，